欢迎来到街道宝的吃鸡小课堂。今天要给你们分享的技巧，那可不得了了，不仅可以无伤下车，一秒落地，甚至还在水里打药。只不过这个技巧啊，用得好那叫秀，用不好就和白给没有区别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个操作还很费队友。那么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？首先掏出你珍藏多年的摔炮，给队友来上一颗，接着卧倒。然后下一步，掏出你祖上传下来的82年燃烧瓶，不要犹豫，直接往倒地的队友身上着火。接下来只需要静静的等待队友被淘汰。什么？你的队友是随机匹配的？那晚了，只要这个被淘汰的队友给你一个举报，那你基本上就没得游戏体验了。淘汰的队友那必须得是自愿牺牲的，接下来的所有操作都得依靠这名队友才能完成。现在被队友淘汰后，你可以选择观战这名队友，然后右边有个框框，能够限制队友的行动。一会儿的技巧全都在这上面了。先来演示一下无伤下车的技巧。当我们在行驶的时候，只需要队友点击限制行动，你就会立马从车上跳下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操作无论车速多快，只要点击限制行动的一瞬间，就能做到一秒下车，并且是不易掉血的。那么具体操作起来就是，当你看到敌人的时候，想要快速停车，就让队友立马限制你的行动，然后再马上解除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就像接下来这样。当你在乘坐时也可以完成这个效果。还有一个技巧，就是在水里的时候，正常我们是不能打药的，但是只要队友限制一下你的行动再解除，这样你就可以打开背包使用药品了。无论是什么药品都能使用，而且你还可以边打药边游泳移动，丝毫不会影响游泳的速度。正所谓一人祭天法力无边，大概说就是这种情况吧。那么今天的吃鸡小课堂就下到这里啦，我是鸡大宝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